吴国九都的官位吴从龙老先生能量跌变已经变几点钟不分性败露但是在场这个吴从龙老先生伊就是看到的两气是出外人所以鬼魂的娘手吴国九都的时阵已经众人在这个加油假使若是无拼老命的命令吴从龙老先生点着绝技之中两气的准备做一个海怪呀 两气拢无多，拄着从龙老先生，偏手脚接着偏海龟，身躯脚靠着偏海龟，两气连连摔十八倒，老三在下骹看甲提心吊胆，规身躯拢冷汗了。 真巧，自从就这个吴从龙老先生转来个跌掉哩，现在两人已经气喘的真，大家拢从真喘了。暂时跟他参加休息的关系。也好。现在就是这个评判员，也暂时叫两人休困。哦，休困，休困。 老三看唔出事，也两气的白了伤功夫，面子真受落地，赶紧背上着这个大伤，特别当着吴从龙老先生讲几句话。哟，啊，吴先生，啊，今日真麻烦，真麻烦，啊，阮是来佚佗的啦吼，也因为受人个手一剑吼，所以不得已，也呢吼，啊，甲伫个老虎头照上，实在真歹势。比赛这无什么要紧啦。 大家，然后什么款好的技术提起来用哦，要不然是冠军、亚军啊，这些拢总变问题啊。这运动都要有这个运动精神，甲运动道德，也唔通跑分种种，是安尼啦。哎，啊对安尼，这个安尼讲起来真歹听吼。哎，吴先生，卖好去平胸闹鬼啦吼，全咧拍无输赢去啦，大家两方面拢圆满。哦吼，老先生。 你完全是一个名人，尤其是你苏彦文的车骨，我也几分带点苏彦文的面子咯。好啦，卖互浪费时间，安尼样哩，预备，开始。 当吴从龙老先生这个所在，全咧并无输赢，时间已经到，评判员也叫大家全咧休困了。各位观众，今仔日这个柔道比赛就是阮斯基机车公司的举办，感谢各位观众来甲阮观赏，也同时感谢着咱这个东南亚各国的这个选手先生。 也感谢着吴从龙两气的先生来参加着这柔道比赛，但是今仔日这个冠军呐、啊，有两个冠军啊呢，两气的，也甲吴从龙老先生，但是本公司啊特别诚意啊，一人送一张这个机车500cc 的跑车，也给两人做这个奖品啊呢，今仔日这个柔道比赛顺利来结束，感谢各位的观赏。 看哦，遐想了你安尼，行到安尼，规个身躯拢总老青瓜，遐阿平是安尼行到倒倒哩，怎？嘿，今仔日蔡叔啊，也着去互黄从龙老先生甲你拍架呢，歪过起坐啊，兼无面子。嗯，我下尾甲伊拍，下尾无输赢呢，迄都毋是甲伊拍无输赢，迄个都是我去甲伊小联络，你敢知影？吼，下尾安尼啊，哦，下尾这张奥多麦下尾真水，这边阿平阿平，你下尾教我。 我甲你讲啦，这个正手这个就是加油啦，吼、哦，啊，多手这边这支吼，这就是克拉机，克拉机在吼，也、啊、这个这个杜卡，这个就是咧拍机啊，拍机啊，这个吼、哦，啊，这个正卡，这就是刹车啦，吼、哦，若是要动起来，正卡打落去，啊，这支怎啊扳起来，吼、哦，有听无听？安尼会晓袂晓？要若是要愈紧哦，正手安尼准愈侪油加愈侪，安尼走愈紧。
嘿，安尼我还要骑啊！安那好了好了，啊，试看卖试看卖，好，哦，几好是几好是，好，对，好手手子，好，是是，嗯，好啊，卡打好些哦。哎，你那边刹车哦，油都要禁掉，再刹落呢，你唔能怎呢？那水都更加刹落去，啊，人都车本倒过，所以叫脑震荡很巧哦。我还要载啦，这还要简单，哦，简单。那还要啥嘛？你还要骑？嘿，我买。贵死人，我嘛唔捌看这款呢，我敢那捌看过李罗车伫咧骑风火轮尔，也唔过李罗车咧打这个风火轮哦，唔是安尼哩，无同款的遐套动的，两起啊，你是会晓啊未晓？我下不晓啊，嘿，干下不等啦，吼，干下不等，我下不骑，吼，这粒细路甲刺落去，伊就发，我下不刺，吼，又甲刺落。哎呀，两起实在有影有够啊！哦，过遐尼紧啊！嘿，等一下。两起的已经骑上机车奥多麦的顶面了，现在想要甲冻点出冻未点，感觉精神已经失散了。伊也袂晓动车，也袂晓减油，同时精神一个紧张，这个手速愈颠愈慢，油愈搞愈济。要速度愈走愈紧，现在已经超过100km了。两起的精神，敢若过一台车，唔敢叫倒落去，同时唔敢去撞到人，小心的敏捷。现在已经愈超愈紧了，将近到这个交通岗正在红灯的时阵，两起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经闯红灯了。警察看了真生气。两起唔知影半项，车已经靠真紧，这个交通警察在咧生气，赶紧骑着一只哈雷奥托麦，伫咧甲伊追了。两起到这个时阵，精神紧张咯，三公已经危险咯，愈骑愈快，喊得真大声，还没下吗？还没下吗？我还要动不住哦，还要闪哦！交通警察唔敢骑上紧，因为马路上车真多，所以愈骑愈慢。两起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欢喜骑伫当中骑愈紧，交通警察已经追袂到了。马路上的大卡车、游览巴士、客运车，以及着种种的这个车辆，看到两起安尼欢喜骑伫当，每一个人拢停点唔敢驶。两起的敢若参照入这个无人之境，急急直直跑。一直跑，一直喊，还没下吗？还没下吗？这边面一个草地蜗牛入城，唔知交通规则，伊也是走路走在这个马路的这个正手边。还没下吗？还没下吗？三歪四歪，歪一个对对。两起的这辆奥托麦去弄到这个草地姑娘一大腿，草地姑娘全咧坐落去，两起的连这辆车也全咧倒落去了。真好佳哉，这辆车拄啊敢若剩这个油皮油尔，这油皮油拄啊用完，所以呢，啊车也将近得要点起，当一个无够偌只力。这个草地姑娘叫做素兰，真生气，全咧惊歪到这个两起的身躯边。无啊，你这个车长啊，你到底是会晓骑啊，不晓骑啦？哈，我还要挡袂住，还要挡袂住，哼！你这个不晓骑，搁敢骑遐尼紧，哈？还搁骑迄落，万一搁坚持错，还对这个脚腿乌白动，这气死人哦！还要都是不晓骑，搁还要挡袂住，唔只会挡你的脚腿。还要姑娘啊，请你原谅咧，哼！啊！你下尾有老费无？啊有老费，我下尾带你去搞，吼、哦！下尾失礼啦，下尾姑娘，唔免你啦。嗯，你敢是迄个电视明星，迄、那个两起的？啊，人我真欢喜，我就真早吼，也着想讲要来甲你见面，要来去这个台湾电视来参观你的庐山真面目，即马吼真幸福。啊，那么你动我的脚腿吼，我嘛袂捌你。哎呀，我真幸福啦！下尾是啦，我下尾两起，下尾小姐你下尾什么下尾名？
人阮哦，这苦名素兰啦，以后万事拜托。我下辈两去，以后下辈万事拜下辈托。是啦，啊，两去，咱来对面遐吼，有一间迄个苹果树，来遐坐一下好唔？我这台车下辈倒啊，下辈安那？我倒摆吼，甲看来假人讲。吼、哦，这叫做奥多拜，是啦，叫做奥多拜啦。啊，有诶讲叫做机打车。哦，下边奥多拜只诶，下边挡未掉。伊这奥多拜吼，就是下边拜。啊，即卖下边甲改做下边奥多水。未啦，这未使南山改呢。人这吼、哦、国际名词，先生都爱讲奥多拜，后迄落代志，哎，奥多拜啊，骑下尾拜，下尾挡袂牢，下尾倒的，迄即马下尾甲改做奥多水。哎呦，你个人啊，安尼很怪。哼，你个个超速走花队，哼，袂走队，来，开单开单。还要开什么单？哎呀，警察伯啊，你都原谅伊不要骑车啦？哈，不要骑车，搁在这个马路上在咧骑，唔多行车执照摕起来看卖咧。还要啥？你看有行车执照无啦？车牌啦？还要无啊？要真诶，还要车牌？有驾驶执照无？摕来看卖咧。还要无？好呢，你无行车执照一条，无驾驶执照一条。串红灯一条，安宁妨害，嗯，船间咧讲讲究，这安宁妨害一条，公共危险一条，嗯，妨害公务搁再一条。啊，阿伯卖啦，阿伯同情的我，阿伯不要徛，吼、哦，阿伯同情的啦。是啦，警察伯啊，你都同情讲伊当咧学徛尔。袂用你啦，这是交通规则啦，嗯，来，安尼甲你开咧，拢总多啊2000块，欢迎提来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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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尾下尾卖啦，下尾拜托的啦，这车下尾人送的啦哦，下尾警察伯下尾拜托。什么？安尼加给你罚一条，罚你这个下尾这条还阁罚加300。啊？下尾罚？哈喽？哦，你就是伫咧下尾，我一个后生吼，今年8、9岁，还对你下尾，啊怎呢？这个歹习惯，你这叫做提倡恶习，先生都爱阁给你罚加一条，拢总多2300块。警察伯啊，安尼敢有意思？安那无意思。这条都无规定嘛，因为伊个下尾吼，迄都是自细汉呀读书的时阵啊无好势，所以才有带一个这个口头。像阮遐个里长吼，那是建开里民大会，伊都是去咧到底，就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迄嘛是种口头。要若要犯吼，我看全国的人拍算在。罚真多哦，这条未免较无合理小看。完好了，要不这条准卖给你罚啦，先生2000块提来拿。我下尾无钱啦，无钱扣车。啊，你再来派出所哦，是的。啊！啊！啊！下尾老三甲下尾阿平来啊，下尾特动啊。哈！你安尼骑遐尼紧，我安尼追拢未着咧。要安怎？也都下尾袂晓骑，下尾挡袂牢，下尾弄着查某囡仔脚腿，下尾查某囡仔真好，下尾警察伯也真歹，下尾罚2000块。哈，罚2000块啊！阿伯子，哇，靠啊！当阿平，阿平安怎？2000块生生爱要罚的啦。你骑遐尼紧，又咧超速咧，拢总罚几条？啊！都下尾无行车，下尾无驾驶闯红灯，下尾安尼妨害，下尾公共危险，下尾妨害公务，搁再要甲罚一个下尾啥啦？下尾啥啦？都下尾哩，下尾啥？都下尾多一条啦！啊，都下尾一条啦！无啦，迄条吼已经我该定情取消啦。伊讲吼，讲话大字，也教歹伊个囡仔，所以这个警察伯真受气。
要甲画一条叫做提倡恶习啦。要我甲伊理论，警察别都理解，所以呢，当前这条减罚300。啊，好佳仔，小姐，你什么大名吼？人阮叫做素兰啦，姓柯啦。啊，柯小姐，我老三伊也万事拜托。这是我的朋友，伊咧做导游，叫做阿平，这真好的朋友啦。我都来这观光就对啦。安尼吼。来啦，2000块提来发发咧，乌托邦开恁等下阮家哦，要一了一了中岛饭店才会使。啊，还没到，还没下，哈哈，行行。